所以我觉得门票现在，因为很谢谢大家，就其实是第一场秒杀嘛，就是第二场，真的是一点点零星的票，我真的很希望就是到时候疫情是可以受到控制的，其实真的是非常担心这件事情。那想问一下，就是主办单位有没有因为疫情，就是可能升温这样，然后防疫的规格有没有升级？其实，我们现在，我们演唱会现在防疫的东西呢？我们目前就还是一样。对，还是一样嘛，对，就是按照政府的规定，对啊。所以是正常举办。现在目前，因为我们的是七月十号跟十一号，对啊，所以对，还有一点点时间，希望还是可以顺利的举办啦。我觉得到时候大家口罩啊，一定还是要戴好。那个演唱会进度，你说大概准备到30？对对对。那演唱会有什么特别的桥段，或是嘉宾的部分已经选好了？嘉宾的部分还在想。对，那我觉得歌单的部分，其实我们现在大部分就是有抓了几段这样子。那因为新歌都一直陆陆续续的在写嘛，然后有抓了几个情绪，然后几个样子在里面。那嘉宾的部分也都还在讨论，然后大概的舞台的样子已经出来了。怎么样？想看谁？好，希望有谁可以来。就之前那个演唱会的前导的那一天，就是很多男神嘛，所以大家很希望怎么样？男神一桌男神吗？我不是说刚有那个挑战21度半的高？对啊，很难唱那首歌。但是在演唱会上会再挑战更高吗？不会不会，我绝对不会，因为挑战那么高难度的歌，它就是会有一点风险啊，所以我应该不会看到时候的状况，因为演唱会就要唱很多很多很多歌，对，那对，到时候再看好了。如果大家真的很想，到时候专辑发行之后，看看大家的反应，可以到时候都还可以再调整。